谢谢。是做慈善很辛苦，做得不好还给人骂，但是我很愿意给人骂，很愿意去做。我们为慈善去加油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机会来到西藏，谢谢。阿萨，我40年的时候来了一次晚会。 40年来一次，50年来一次。对，你觉得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变化大不大？好干净，是吧？嗯，就是在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有灾区他们会做个评估，要去跟他们打气啊，捐赠呢。那所以来这边呢，是给一些灾区的灾民他们一些信心，给他们一些鼓励。我相信鼓励更重要。嗯，把。 世界所有名的爱心的善款呢，带到这边，为他们起那个医疗站呢，或者起学校啊，可以让他们长期可以受用的吧。好的。祝西藏电视台生日快乐，加西德勒。好。到西藏哈、做这个慈善事业，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行动能够传达一个什么样一个心声呢？其实是给小孩子们一些灾区的灾民，他们一些。 爱心、信心、鼓励，就知道他们不是只有他们，我们会跟他们同在，不管是在西藏也好，尼泊尔也好，每一次任何世界各地需要的，我都会过去。那因为我们的成龙国际基金会是几乎是全世界的，那我真的很感谢。 媒体朋友们或者我们自己的团队，因为每一次有灾难，他们都安排我去做某些事情，那我自己呢就会亲身来到这边跟他们打气。你说那种物品啊，那些都是小事了，因为今天以我们国家的国力，太有能力去照顾他们、爱护他们。但我来到呢，可能是有一种精神的力量，给他们开心啊，给他们一种信心啊，这是更重要的。嗯。